你也开始蛮喜欢这个，然后你就想自己尝试，就像刚刚你讲的，你用2000把勺子就是做的那个假，然后当就是可能就怎么样开始慢慢喜欢上假的，我觉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。最后的话可能也说一下，因为这一趟因为也在海云团，你们大家所有人都参加了这个活动啊，就是最后在这个群体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，就刚跟刚才问他那个差不多的。都不对，我们这些中年人都觉得他这个社会的审美出现了问题，但是出现的问题我们想破它，但是破了以后我们立什么呢？叫中国话叫破而后立嘛，立个什么呢？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其实有好多正能量，真正男人的那种形象，比如说大火中逆行的消防员，然后那个在地震中就所有人在跑，只有另外一个人去冲向那个灾区的人，还有我们的解放军战士，有好多好多这样的形象。我是觉得我们这个时候太需要宣传这种正能量，在这个重叠上我们都会去做，但真正的开始呢，是应该是在2012年到2013年这之间，就是容易跑偏了，湖面上打火其实有点难度。湖面上，所以说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背后啊稍微大一点，比如说你这孔是3，背后孔是4，那它上下能够左右上下都能一个方面，但是它有你这边一共有四个，它累计可以一共4个。曾经是怎么加入到甲圈这个群体？其实本来是这样子，因为我一直是做传统文化这一块，就是传播这一块，然后也是机缘巧合，然后跟柳哥认识，然后。因为传统它那个甲胄的话，它其实也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，所以说就是我们在工作上有一些碰撞，然后我就接触到了盔甲，然后一开始的话其实的确就是像他们开始繁星入